新年好呀！嗨，我是元宝公主，祝老人家们身体健康。我来给你们拜年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祝小朋友们多收红包，这就是我送给你们的红包。现在呢，你们要什么馅的饺子呀？我要玉米馅的，肉馅的。好，肉馅的呀。给你肉馅的，橙子。好了，馅的。然后多蘸点水。我包起来。是我给你们送的饺子，是5块钱一个，好贵呀！对，这是你今天包的饺子吗？嗯，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吃。这是我包的肉馅的。好香啊。要不要